不灭共谁也活不了。这个就是我们 要知道的一点，不灭共谁也活不了，不灭共我们都没有，连死也死不了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状。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？七哥一直在告诫我们，共产党，对吧？共产党世界上最邪恶的，而且呢，这个邪恶和黑暗已经要笼罩了整个世界了。他在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健身健心，而且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的活下来，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家人，传播真相，就做这些事情，没有其他的。还有就是不要带任何的，不要再有任何的，就是说私心杂念，也不要就是被受诱惑，也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认输，就是这些，把它给定好了就行了。哎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又不能死又不能活，要死要活，到底要死还是要活呀？活也活不了，死也死不了。这就是这个龟生这个教育他的大姨们啊，他的这些蚂蚁们是吧？你们别害怕，你一害怕就死了啊，但是也死不了啊。这就是说什么呢？那个你们得无私啊，你们得无我啊。无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把钱全部的啊放到灭共资金池里面，你们就安全了啊，你们就无我了，那是他的最终目的，懂不？芹菜啊 ，Jessica。